大家午安好，先祝大家妇女朋友大家三八妇女节快乐。我是台文里台文区台文区的里长，我以基地海隔山，所以这个因为我在做里长，在做这个理事长，所以在这还要照顾我的家庭，家庭上面再要服我这里民，服务里民家的需要。这个增加这个重男轻女的观念，所以伫我这个这几年来是足辛苦的，变做的，会当怎啊讲？其实哦，早晚要做一挂行为，你是伫这个偏乡，真正是爱付出，所以我有一个理念，就是啦，唔免惊。向前冲，搁再就是啊，做好我家己，就是啊，变欢乐，无问题，这就是我的口号语言。搁再就是，搁阮的内蒙古三项嘛吼，讲一个好啦吼，因为阮要办音乐农夫啊，所以就是，搁用的阮内蒙的办德赛路介济哦，百外个，真无无遐济啊，吼。搁再来就是阮的火热，土法村啊，希望大家嘛有时间。会当上网去找一下，吼、哦，内蒙是一个好所在，吼、哦，继续，阮嘛阁在固定吼，阮是阮的新兴区的区长，吼、哦，村里新区长嘛，我伫阮内蒙遐过去新兴区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大家欢迎来阮内蒙，谢谢。